我妈要70大寿。她以前呢，她说：“哎，姐，妈要70岁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一些？”现在绝口不提。妈已经月底就要生日了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她说：“等你约啊。”对，她就说：“等我约，因为我约就是我父亲。”啊，对，好，我先约嘛。TVBS 42频道，周三晚上11点热炒店。